保住那人的命，必有重金相赠。小爷我从来不做来路不明的生意。他是应龙少主，他总得回来收尸。 千脸，哈哈哈哈哈！你刚刚好像是说了个笑话吧？哼，不怕吓死你。小爷如今是化境上阶，自混元剑派开天辟地以来，还没有出现过像本少侠这样的绝世天才。混元剑派，化境上阶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武林公认的武功境界分为四层。 入境、破境、化境、真境，每一层又有初阶、中阶、上阶三部分。天忍教算是什么毛毛狗狗？老夫能怕他？你也太小瞧本小爷了。哎，至于混元剑派嘛，都是一帮糟老头子，不用想太多。只是我家老头子说过，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既然是修行呢，就会有很多的意外。 自然就会有很多用钱的地方喽。我这个人很公道的，第一次运功救你，算250两。你自己跑走，感情损失费250两。第三次帮你杀了那么多什么教徒，又是250两。哎，那个铃铛嘛，算是我额外赠送给你的。三个250，一共是，750两。啊，对，既然你自己都说了，君子一言，那么掏钱吧。我哪来那么多钱呢？<笑>我早就搜过你的身了，知道你没钱。哎呀，我呢是个很讲道理的人，看你也是个有来头的嘛。这样吧，我可以等到你找到你的族人界，这个期间呢算你5分力。为了防止你再次逃跑或者被莫名其妙的人杀掉，导致我血本无归呢，暂时你的小命就交给本少侠保管了。 哎，你怎么又发呆啊？不说话就是同意了？啊，那么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你以后就是我的人喽！哎呀，不错，这笔买卖做的还是蛮划算的。朱砂，要不要现在去抓住他们？ 你说本小爷怎么就那么帅呢？帅，很帅。朱大哥，已经很晚了，睡觉吧。哎，先说好啊，睡觉的时候不准碰我，我有洁癖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周大哥，周大哥。谁？你先下来。不要，我好怕。周大哥，小心！阿达！怎么这么帅？你把我的萌萌打死了，你赔我！萌萌，你赔我！别打了，他只是晕过去了。啊？你为什么总是不开花？你还不知错，无非杀了几个臭男人，何罪之有？贪功冒进，擅作主张，大张旗鼓将圣宝之秘弄得人尽皆知，坏我整盘大棋，还敢顶嘴？以风幽之形待我，再好看的花不按规矩长，终究是要被修剪掉。属下一心为主，此次听命小玉。又是小玉，也是想早日将主上迎回教中。罢了，念在往日情分，我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教主有新的命令，松开。谢主上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喝点酒，去去寒气。我内力深厚了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朱甲一，大家都叫我依依。她是我的宠物，叫萌萌。好傻的名字。你才傻，你们全家都傻。我叫乌云宗，他叫卓越。刚才云大哥简直帅呆了，唰的一下就把本姑娘给抱起来了呢。喂喂喂，我堂堂浑元剑派的小师叔被这二呆子给比下去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云大哥你好，小珠子再见。你怎么知道我娘给我起的小名？一边去，老娘才没有你这么浮夸莽撞的儿子呢，居然敢打伤我的萌萌，还是云大哥好。哎，看来必须要释放我的洪荒之力，碾碎你这个黄毛丫头了。哎，急什么？喝两口就好了。他的酒量可比吹牛的能力差远了。萌萌昨天为什么追你？他喝的猴酒，跟我闹着玩呢。他是姐姐送给我的礼物。云大哥，你要去干什么呀？我要去找我的另一只族人。我要找我的姐姐，不如我们一起吧，还可以一起喝酒。你酒量倒是不小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如。国产大型3D 武侠动漫《三剑豪之半面人》正在热播，欢迎收看哦。宁静桃花树下埋好的翠，
忘记梦里遭遇了谁，辗转反复醒过好几回，如是的真难以入睡，怕春风听见我的卑微，假装情爱只是种回味，都说人生难免波折吊诡，我与我终须又落下眼泪，我藏起一切炫耀的美，用灵魂赌一场爱的纯粹，我遮住面遮住眼遮住往昔相对，却忘不了逃不开躲不过你慈悲，我遮住了谁炫耀的美，藏着哭藏着眼藏着往昔相对，却忘不了逃不开躲不过心的忏悔，哎，诱拐未成年少女可不行啊。看来玄花楼也不过如此嘛。哎，奴家来迟，怠慢公子了。离我云大哥远点，臭女人！小妹妹才几岁？红袖姑娘不但人漂亮，还如此见多识广。朱大哥，快走！萌萌，别追了，他们跑不了。据他说，这东西来自于城北的小村。